高兴，今天大家能够抽空出席我们的三周年派对，谢谢各位学员你们的支持，因为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们的任何一个活动都不能够进行，你们说对吗？对。所以学员是非常重要的，当然我们也是要非常感谢学员的家人哦，因为你们也是很支持我们的学院哦。因为每一次活动啊，你们都非常的乐意啊，让你的学员，让你的孩子参与，然后你们都义不容辞的接送他们这样。比如说我们排练啊，时间你们都非常的配合，真的是谢谢你们哦。知道。
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